哎，小伙子，你能站起来让我坐会儿吗？阿姨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太方便。哎，你不方便能有我不方便的？你说现在这些年轻小伙子有胳膊有腿，我这么大年纪就不能给我让个座？阿姨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我们。你最近看那电影吗？没啊。你怎么还没看呢？我都三刷了。可是我真的不感兴趣啊。你还是什么你？咱们可都欠人一张电影票呢。那你就帮我多看几遍。这是最有的感觉，就是最有的感觉。大哥，行行好，给点钱吧，大哥。好人一生平安，谢谢大哥。大哥，你穿这么好，就给我一块吗？我也没有零钱了。我都看见你有十块的了，你给我一块钱，我一块钱能干什么呀？现在人怎么都这样呢？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走，真喝不了了。行，我干了。你随意。那我就随意了。这是最有的感觉，就是最有的感觉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哼。你家孩子把我车划了、我没看到啊。再说你一大人跟一孩子一般见识干嘛呀你？你有没有素质啊你？你真是的，跟你说现在人真难见识。这个真没有。这是最有的感觉。你怎么敢踢我的大儿子？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把您给忘了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你唱歌跑调挺严重的。对不起，评委老师，我从小父母双亡，没有更多的钱去学音乐，但是唱歌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。所以各位评委老师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谢谢评委老师，谢谢评委老师。可是。可是你唱歌跑调啊。